第一名嘉义市。一零二一年管区幸福指数大调查，嘉义市在去年取得幸福城市第一名之后，今年市长吴敏惠以高达83.9%的满意度，成为全台湾市政满意度最高的地方首长。在城市幸福指数的调查当中，嘉义市嘛指数和新竹市取得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市长吴敏惠亲自到台北领奖，除了感谢主办单位，恭喜其他得奖的管区首长，并特别感谢市民的肯定。我还是要谢谢大家给我们肯定之外，幸福感是什么？其实去年我得到的这一个第一名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幸福感是什么。幸福，幸福，突然在有一天听到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的后面好像像幸福。所以幸福是来自于努力，来自于用心，来自于我们在意每一件事情，愿意解决民众的困难，也更的感谢所有的民众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努力，才有这一份的幸福感。我很珍惜，很把握。所以幸福呢，就是辛苦。我想我国文老师哦，辛苦你愿意承担往上走了，愿意创新，愿意突破往上走了，它就是幸福来了。那我相信跟大家分享，我们很努力的城市嘉义市，很小很小很小，能量很大很大。我们感恩大家再给我们的肯定，我们会继续努力，我们继续创造，让幸福不断不断的幸福，继续在努力。感谢大家，谢谢。根据地方政府市政满意度调查，嘉义市长吴敏惠深耕在地多年，因应疫情冲击举办嘉市好店的活动，更发给每一位市民2000元的消费金，深刻好评，取得市政满意度第一。另外，伫咧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综合政府数据统计和民意调查结果，两者各占一半，算出的幸福指数。嘉义市伫咧几大条件。教育成就、政府作为和生活现况指标，民调拢取得十分，幸福指数总分70.36，是名列全国的第二名。最新新闻，就听孙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因为疫情，对父亲节延后到11月举办的嘉义市模范父亲表扬大会，27号上午在江北体育馆盛大登场。得奖的22位模范父亲、祖辈父亲，在亲戚朋友的陪伴见证之下，一一上台接受表扬。市长吴敏惠、市长郑宏安和多位机关拢亲自到场来献上祝贺，场面闹热又个闻听。110年度模范父亲的表扬。我们因为8月的时候正是疫情最严峻，但是来到今天11月27号，我们还是一样选择在最美的日子，那全家一起来恭喜我们15位的模范父亲，还有7位的慈惠父亲。我想非常感动的，每一个爸爸都是子女的靠山，每一个爸爸就是子女最好的挖壳，他的臂膀就是我们最好的避风港。我们非常感谢所有每一位父亲，您辛苦的表现来维持这个家，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让人感动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这里满满的祝福，满满的感恩，他是模范，更是我们的典范，有他来维系这个家更安全更幸福。谢谢所有的模范父亲，因为您带给我们的典范，让我们更幸福更快乐，未来我们有更大的勇气，更大的能量，继续往前迈进。首先我要恭喜我们15位模范父亲，还有7位的慈惠父亲哈。你们的表现，让这个社会就展现那个温暖的情况哈。那实至名归。那在这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子女们啊，尤其是长期在外工作的子女们啊，记得要常常打电话给爸爸啊问好。像我刚刚市长讲的，我爸爸也是一样哈，已经离开了20几年，那常常就是每次到父亲节都特别的感伤啊，但是就是希望各位啊那个子女们啊，记得要一定要常常在父亲健在的时候啊，常常打电话给父亲关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在此也希望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啊，谢谢大家。
嘉义市政府今年表扬黄基祥在内十个位模范父亲，含包括萧代兴在内的七位指挥父亲。二十二位得奖的父亲所身负的责任和面对的挑战拢无共款，但是得经辛苦守护家庭，写下属于家己精彩感人故事。对着家里事事和家庭的爱不会改变，精神让人相当敬佩。最新新闻就定孙王秀山家己市采访报道。嘉义市金盆礼站活动表扬结婚超过五十档以上的阿公阿嬷，今年报名参加结婚超过七十档以上的阿公阿嬷有两对，结婚超过六十档的有三十四对，结婚超过五十档的有四十二对，总共七十八对幸福的阿公阿嬷做伙来共享盛举，接受市长吴敏辉议长郑鸿安的表扬。现场是特别安排结婚上久的八对阿公阿嬷代表上台，由市长吴敏辉递赞围巾，阿公阿嬷互相为对方围上围巾，甜蜜的互动让人看到真新鲜。为我们所有的长辈爱情感谢，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金婚礼站。今年的金婚礼站很感动，是有七十八对，伫东区有四十四对，西区有三十四对，而且超过六十年以上是三十四对。咱来看姐姐两个人扶持，对少年互相扶持，照顾咱的家庭。我想我真的很感动。每一个人虽然他们的脸上已经有皱纹，头发已经斑白了，但是依然有幸福的笑容，有子女来陪伴，来参与金婚礼站。我想我们在这里真的在在的感动。我想谢谢议长啊，他特别也提供了让我们长辈解的对杯，让他们可以彼此泡茶喝茶聊天。那谢谢议会的支持，让我们携手共创一个幸福城市、美丽家园。我在这要祝福，也要感谢咱这么多对的金婚礼站的长辈。我们祝愿在这一个城市里面，您的努力带给这个城市的幸福。现在这个城市也因着你而更为幸福、美丽的时候，我们会更努力来让我们下一代继续幸福下来。经营家庭的过程当中，一定有甜有苦。阿公阿嬷会当牵手互相扶持，行过超过半世纪，其实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双人之间的甜蜜互动，更让人感觉幸福满满。嘉义市政府希望透过金婚礼站活动，和大家做伙来分享阿公阿嬷的幸福故事。因认真经营家庭和婚姻的态度，迈当成为下一代的典范。最新新闻，丁丁孙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以诚为家，幸福在家。嘉义市移民节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和大家同欢，由嘉义大学的同学有博士班和硕士班的学生为大家献上满满的祝福，表演着印尼传统舞蹈为迎宾舞来优惠直播，轻快音乐搭配着高质的舞蹈，充满着南亚风情的异国情调。市长吴敏辉也特别到场和新住民朋友同乐。伊讲，大家做伙住伫咧家己这片土地，都是共一家人。彼此的包容与尊重，才是这个城市往前进的重要的动力。那今天我们就在宣信国小来举办了移民节重要的活动。那也是希望借由这样，让我们把一整年来我们过去都整合的，无论在学校，我们学校呢有五所国小来作为我们相关的为新移民来让他们有识字班，甚至在普遍的我们进到博爱社大，还有我们东吴高职都有相关的一个生活的辅导，甚至我们非常感谢慈济还特别有做生活的一个太阳的一个协助。那所有的种种，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嘉义市所有的市民，您就是一个最友善的家人。因为来到这里，我们接待每一个人，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尤其新移民，能够离乡背井来到我们这，我觉得友善的城市就是我们所要打造的。今天我们透过多元文化的一个介绍，然后让大家认识，也让大家看到最精彩最丰富的一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好朋友在这边能够幸福快乐。
目前全嘉义市有5178位的新住民，大约占嘉义市总人口数的1.95%。新住民已经成为台湾原住民、客家、闽南、原住民之外第五大的族群，为嘉义市嘛为台湾带来多元精彩的文化和满满的活力。在移民节现场，有来自越南、菲律宾各国嘉义表演的阮剧团新住民第二代的素人演员，共同表演着《逐梦曲》，透过因的表演和生命故事。来促进着异国多元文化交流，同时阁有异国料理分享、服装展示、参观和游奖竞答，带领大家做伙来熟悉着异国的文化。最新新闻，赵廷生、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透早还未九点，前来兑换满清送百和加倍券的人潮已经沿着嘉义市政府周边排一大列，连环境都出动围安，工作人员一直公布提醒民众要拿着号码牌才会当领取，但是以往有很多民众站在门口等待，市府员工要上班就要穿越人潮才会当顺利进入，很多民众都是一透早甚至是半暝就前来排队顺利拿着号码牌，相当的欢喜。鸡肉罐啦，还有文化路的啦，或是桃城，有啦，你们嘉义的东西很多啦，有来过人就知道啦，进步很多啦，真的嘉义现在真的很热闹。我本身也艰苦人，忙来排啊，真正好像袂歹，这种吼，这人吼，人安尼消费吼，安尼做好就对啦。嘉义市政府对15号开始推出满清送百的优惠，限定嘉义市民参与，总金额总共1800万元为止。另外，针对外县市的民众，只是有加倍券17000万元为止，希望全力来振兴在地商机。我们虽然说是8点半才开始，非常多的人提早就来了，所以请大家要早一点过来。那如果今天没有排到，也没有关系。明天都还可以再来排哦，后天都可以再来排。我们的满千送百呢，周一到周五都在我们的市府的中庭都可以来排。那加倍券的部分，除了一到五是在我们的市府中庭以外，六跟日哦，我们也为了方便外地的民众，所以呢也可以去我们的嘉义车站的后站的一个2号的一个柜台呢，然后呢可以来兑换我们的加倍券。那一天也是有250个名额哦，所以那时候就请大家来特别注意，因为这次的反应相当的踊跃。那如果呢，我们今天的第一天呢，有任何的地方可以更加的修得更好，可以修正得更顺利，那我们今天就会立刻来检讨，能够来修改得更好，让大家可以欢欢喜喜的来满千送百，还有来换加倍券。谢谢。针对嘉义市民规划的满清送百优惠，只要拿着11月份开始在嘉义市消费的发票，累积满1000块，就当领到100块；每一个人上座当领到现金500块。受理的时间对即日起到明年1月初7，数量有限，万万为止。另外，更针对着外县市的民众推出用500块的振兴五倍券，得到换到1000块的加倍券的优惠。对外地点，除了在嘉义市政府一楼中庭。部分的旅宿业也设有临时的兑换点，总数量总共17000份，兑换的时间地点以照着官方网站公告为主，同款也是换完为止。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江义奇、彩虹报道。在地传统产业提升转型，创立70年的义兴嘉亮，日前为占地1000坪，嘉义第一座导游文化体验园区举办启用仪式。嘉义市长吴明辉和贵宾在义兴嘉亮第三代郑启伟的带领之下，参观着导游制作的过程，并亲手来酿制黑豆豆油。老厂房有新的生命，和平将麦当走入去酿制厂，亲自来体验，更加了解着导游的文化和制程。这是得来不易的，非常不容易的红点设计奖。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些，让大家看到，真的不但是好吃，用心来坚持制造、酿造出来的酱油，借由设计力来提升我们新的产业。我想这是我们很感动的。设计展不是一个展览，它是让我们挖掘更大的能量。我们希望大家借由设计展可以看到更大的能量，
这一个辅导已经超过了一年，我想在一年来有业者这么坚持愿意努力之下创造新的品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来，这里面又有更好的一个观光的教育，带着孩子来亲子的游乐，这非常重要哦。我想欢迎大家做回来。一心家娘在地传承三代，推动社会转型，特别将导游的制定特别化，结合着 AR 滤镜来打造着导游体验园区。传统做导游之人的信念和精神，也让更多人了解着台湾黑道导游的好滋味。之前我们都是用嘴巴去讲，人家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现在把它用成动画 AR 去，他自己跳出来教你怎么去做，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东西具象化，具象化就比我们讲的更好去发展，说我们的酱油是怎么去做的，而且不需要说凭空想象，这是我们第三代跟我妹妹下去商量的一些方式，让大家一起进来怎么做酱油，而且我们这边还可以闻得到酱油香，还有可以摸得到我们的豆曲豆子，都是无感的体验，让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一起玩玩，而且我们的环境是舒服，所以有舒服的环境才有舒服的一些生活。对，一心家娘曾经在民国1807年得到经济部在地特色老店，同时接连在民国1808年和1801年开的嘉义市嘉义市好店之一。这一届推出的品牌 logo 全新视觉设计，也是选2021年德国红点设计品牌奖，实在是真不简单，也让人感受到一心家娘经营品牌的用心和努力。最新新闻就定生王秀山嘉义市采。看起来真简单的破绣卡动作，三十要经过真侪年才会晓的技艺。为国小就开始帮忙妈妈破绣卡的老师，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伊提起工具，量寸尺，记得啊，用一支叉刀就会使制作绣卡，让学生的好是不可思议。林松里长王光磊表示，早期文教处也就是现在分校里一带，位在乡会顶层的地藏庵附近。但早期生活困苦，分校处的人为帮忙出来，人人拢有一手破绣卡的技术。而现在这样的技术也将要走入历史，因此每年拢有举办活动，让学生了解以前绣卡制作的生活。这破绣卡的这个历史呢，已经有超过百年，但是离三四十当前呢。这个机器代替手工了后呢，这个工艺已经渐渐呢走入历史。啊，离民国86年，啊，就是1997年的时阵呢，啊，阮以这个学校的这个乡土教学为宗旨呢，把这个工艺呢，佮重现江湖。所以到今年来讲呢，阮已经表演吼，每一档拢有表演，哦，从没有停止吼，已经。特别将近有24档的日子，那今年呢，会使讲阮20几档来所做的这个乡土教学呢，头一摆搬来咱嘉义市文化局的这个博物馆头前来表演，啊，使得阮这个工艺呢，受到这个官方也是这个。咱所为人士的这个重视。你在破绣卡的现场，甲师傅一张单小费也得到场，欣赏这美丽传统技艺。制香呢的这个技术呢，在云霄社区呢已经超过100年。过去我们有一个这个美誉呢，称为云霄社区的香港花，是我们这个香。的原乡，对不对？是我们乡的原乡。那么云霄社区是一年四季都开花，开的就是香角花。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技艺能够传承，让我们嘉义市的文化底蕴、传统的这个工艺呢，能够继续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市民。分享历史当年的绣卡产地，享有绣卡原乡的美名。这特殊的地方传承已经有100年，嘉义市教育课程也特加入这项合适课题，让学生也在老师的传承之下，观察到第一届破绣卡的经验。新闻台民间采访报道。
在为期一年的实作中，三十位回家青年为社区带来新的想法和创意，包括跟老厝社区共同完成的种植艺术，以及在兴林社区作为了解在地环境的生态课程，要将吉姆风气带入顶庄社区，将河庄的老旧围墙重新美化，含金庄社区在城市中露营顶，拢是回家青年为老旧社区带来新的活力。理解七九社的处表示，社区营造推动数十年来，有真侪计划拢已经稳定执行中。而目前台湾人口老化速度持续成长，再加上少子化的问题，和社区少年人愈来愈少，因此办理这项计划，并甲嘉南地区各大学的在学青年合作，并将青少年带入社区，和社区助力少年的活力，并持续成长。我们的第一届回家青年放心玩社区已经圆满落幕了。那今年度嘉义市政府跟我们的附近的大专院校来结合，那总共有30位的这些大专学生进入到我们6个社区里面，大家一起共同来发想我们的整个这个社区不同的计划。那当然，那其实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这个计划，包括它整个分成3阶段，包括一开始我们对于整个社区或者是对于我们的整个社区工作，对于我们在地的了解之外，那开始进行初步的媒合。那第二阶段是我们的青年进入到社区，大家一起来共同发想我们计划的内容。那第三阶段是他们计划的实践。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6组的青年跟我们6个社区都发展出在地很多不一样的这样子的服务方案，比如说生态跟新人社区在绿列溪的这样子一个计划，然后我们的顶庄社区，我们的会跳街舞的孩子教我们的长辈来跳街舞，那当然还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计划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发挥了我们年轻人的创意。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的这些回家青年能够更了解我们在地社区的文化之外，其实也透过这样子一个在地的了解，能够有更多对于嘉义市不同社区跟我们不同特色的认识。跟七中社的初期代，透过少年人为大学阶段就开始实在社区，走入社区达到地方创新的终极目标，并打破社区只有老人的印象，并结合公司部门的力量，和社区加入青少年的创意发想，和街市每一个角落拢少年起来。新闻调频街市采访报道。嘉义社区营造新高点，13号在后夜社区盛大举办，现场以真侪音架、站板、水管、水泥来布置，营造出工地风的社区气氛。嘉义店每开业就到场，欣赏由社区设计师所营造社区氛围。市长每开表示，今年社区营造以设计为主题，并邀请青年社区规划师加入，将环境共好、艺术共创、甲资源共享的精神融入设计，为社区居民打造共融共好的社区环境，体现社区营造能量，来连接各市的关系人口，靠顶无共款族群对社区的认识，互各市社区的美好被大家看到。我们看到，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因为事情共同讨论、共同解决问题、共同创造的彼此之间共好的成果，我们真的很感动。这也就是地方创生交流的好机会，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表达最大的感谢。这也就是运用设计的思维融入到社区的领域，所以呢，我们好家设计中社区的设计，那设计最重要就是为着要解决问题。难看到咱社区这些问题，或许是脏乱，那脏乱呢，它只是把它扫干净而已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因为有人，它才会变得更美好。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彼此之间，大家做出最好的交流，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么愿意努力让城市变得更美好的所有的人。我相信嘉义是在改变中，因为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再一次的感恩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有机会来到我们匠材工厂，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些营造的据点，它有更多人精彩的故事哦，欢迎你一起来写故事。你在新歌顶上，跟市长每回也亲自颁发奖项，包括艺术共创奖、环境绿化奖、生态永续奖、空间逐梦奖、幸福社区奖等，总共有19个社区获奖，也希望透过社区改造设计来代表各社区的特色，让嘉义充分展现在地美学，让大家感受到好家就在嘉义。新闻台林嘉义采访报道。
嘉义在地三间女性社会企业的负责人，日前前往嘉义市政府建设处工商科来办理着营业登记。因拢是参加嘉义市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创业竞赛核选的团队。嘉义市长吴明辉特别前往营业登记的窗口，为这三位女性社会企业代表加油打气，也祝福大家在嘉义市会当成功圆满。我想从创业到我们要登记呢，其实有这样的计划跟想法，其实如何来落实，我想设计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股能量。我们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同仁大家的用心，当然也谢谢嘉义市是让女性设计能够努力圆梦的好地方。那我今天陪伴他们来登记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其实这又是新的一步，可是又是挑战的一步。我们会更努力，会更加油。我们让大家看到，每人都可以一起来圆梦。嘉义市政府今年以家有设计社区生活列作为合招，鼓励女性和弱势族群运用着创新创意打破困境，投入社会企业，成为新发展的经济实力。嘛，好，愈来愈多的经济力伫咧嘉义市会当有所发展，以望计划总奖励金100万，提供予每一个得奖团队10万块的以望计划奖励金，透过完整的遴选含辅导机制，来发现具有执行力含发展性的团队，得入业师辅导，对培力深化。辅导竞赛奖金补助到创业，福冈市正做是兼具经济发展和公益社会的优先创业平台。最新新闻，张丁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嘉义市立体育场在1989年到110年编列预算经费，总计新台币357万9000元。分两期时间完成和平公园全部大约1.2公里自行车道路面改善工程。嘉义市长免费日前特别前往视察，并表示感谢教育处甲体育场的辛劳，完成路面工作，和平将一个良好的运动休闲场所，更好有市民作为维护这自然生态好所在。好舒服哦，我觉得。那种幸福感都来了，而且空气很好。那我觉得，当我们把好的环境做好，然后又好的很多好邻居，或者认识不认识都可以在这里，一定会打招呼。所以这里是让你一个很放心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休闲，然后自然生态，还可以运动的一个好地方。这里前后改变差蛮多的哈。哦，差很多。我想这个整个再弄起来。大家都非常有感，非常有感，呼吁大家真的不要随便啊！我们维护这个生态的平衡、生态的环境，你我都有共同最好的责任。嘉义市和平公园在北中溪堤防南边，民国96年完成启用，公园占地7公顷，包括一座花池在内，分区内总共3座自然生态水池，离公园内树木真多，并设置有人行道。自行车道、儿童游戏区和大人体验区是兼顾生态、保育、运动、休闲的多元化公园。新闻台民间采访报道。